啡有点酸呢。不好意思，那我再换一杯给您。换一杯味道就会不一样了。还是换茶呢？副理好。师傅，员工训练得很好哦，应对自如，对我有耐心。是姐夫要你看着我的。不过就是件小事而已，有必要这么夸张吗？不是的，反正我觉得我自己最闲，陪着姐没什么不好啊。来，喝豆浆。谢谢。过来坐着喝。好像我很难相处一样。他上周跟你进了同一家夜店之后就失踪了，你知道他是谁？今天晚上在这过夜，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怕你啊？通知妇幼队，带他去宿舍集中管理。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啊！反正你不是一个人啦，有什么事情我们大家陪你一起扛啊！有我们。